ね。兄弟们，今天简简单单吃个鸡腿啊、哦！哎呀妈，我真服了！这不是。不喜欢新衣服吗？站都站不稳。你还敢摇尾巴？你在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妈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一堆一堆，你别笑呀！这躺下的原因，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大款，你嘴上有张纸。你别笑。作业转移的原因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。No. Bitch, can I please have one snack? No.小猫咪是什么味道的呀？啊？咦，你这个小猫咪看起来就很美味耶，软软的，嫩嫩的。咦，让姥姥尝。
尝一下，让来尝一下，让来尝一下。你今天想的手都白了，我给你点香水啊。好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我香还没好呢。不行，你喝酒，你不喝酒。哦，yes good。你别笑。属蛇的狗子。都不带埋的了。来这次磐石的合作，真的让我为林在方舟的人脉提升了不少。知道你不情愿，但现在不是关键的时刻吗？你总不能现在就跟魏明撕破脸吧？我刚才也说了，薇姐的事。方舟的高总权位不是谁都能挤得进去的。嗯，我想要重返职场，没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。所以啊，我不仅要去，我还得大大方方的去，给各位大佬们留个好印象。也许以后都是我的人脉圈子。哎呀，哎，觉悟可高呢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林霜呢。我这不还是被逼出来的。小三儿跟现任能成为好朋友，真是奇葩了。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的，这些大佬说是参加聚会，其实就是人情，图个热闹。你看见他们，跟他们打个招呼，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。不过你说的那些未知的坑，我倒是可以帮你吃一次。嗯，好高贵。嗯，你看这样衣服多好看。在方舟，大大小小的总裁高管，他傻了。怎么也有三四十号人。不好意思。咋的了？住了，他太棒了。哎呦我的妈！